2014年的18%来的高一些。我觉得跟社交媒体的普及化有关的，现在又更容易发起一些运动，在网上那就招到很多人。有什么东西跟社交媒体没有关的？这讲的等于没讲的。没有，我想说没有，我说你讲的真的是有道理的，社交媒体的影响。给他一个赞，你就因为真的是很大的，我觉得口下留情嘛，你很多东西哦，我们都没有发现的，所以你发现，这我发现嘛，是 good job， OK OK， 给他一个赞。我听得不准，很厉害，因为我没有在厕所。用水不浪费，滴滴皆珍贵。